好，大家好，又是巧巧老师。好了，我们课程要准备开始喽。现在大家都在家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是不是防疫期间？那可是呢，现在虽然说已经慢慢的在解除疫情的状况下，可是请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做好防疫。所以呢，巧巧老师一开场带来一首防疫的带动跳，那老师会跳一遍，然后教你们跳一遍。好，那我们再一起跳一遍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准备好，请我们的小帮手帮我们放病毒躲猫猫。我们等一下呀，为什么要病毒躲猫猫？大家都知道，怎么样让病毒不见呢？要怎么样？勤洗手，还要怎么样？要戴口罩。还有什么呢？要有充足的睡眠跟均衡的饮食。所以小朋友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跳病毒躲猫猫的时候呢，好，跟着老师一起做哦。然后之后呢，以后呢，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跳，好不好？那小朋友知道病毒长什么样吗？嗯，有一个很可怕的爪子，啊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先放音乐跳一遍，好不好？来，小朋友，请你手叉腰，好，小助手帮我放音乐。哦，有没有听到？哦，声音来喽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请点点头喽。好，点头，很棒。好，爪子伸出来喽。病毒，病毒是大坏蛋，躲猫猫，躲猫猫，它最喜欢被它抓到。不能外面，不能去学校。好，再一次，病毒病毒是大坏蛋，躲猫猫它最爱玩，被它抓到要大声去咬，不丢冤枉枉叫。我知道有一些想法。好，转圈喽，倒数计时跑步，数计时，五四三二一，听好了，洗手洗手。很好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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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洗手，洗手，洗手，洗洗手。很棒。抓不到，再一次。很好。好嘞，右边转走，转一圈，转圈。哦，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可爱？那他有没有提醒大家要做什么？要干嘛？要戴口罩，要洗洗手，要好好睡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巧老师。我们今天的美丽课程是翻滚吧 ，My Body。请大家在上课前，请你准备水，还有毛巾，还有呢，老师要请你们准备的一个障碍物，黑色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障碍物？你可以选择家里的抱枕，或者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点的玩偶，或者是瑜伽垫也可以哈。如果家里有一个障碍物，都可以准备好。好，那我们呢？上课前呢，还要注意什么呢？好，我们还要注意家里周遭的环境。当你在做这些翻滚的动作，好，我们要注意桌子的角角，还有椅子。好，还有沙发，这些我们在做翻滚的动作，我们都要特别注意我们周遭的环境，然后保护自己的安全。好，那我们在上课做翻滚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做什么？我们要先做暖身操。好，小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有请小朋友做暖身操？好，那这边老师简单带小朋友做一点暖身操。好，还记得抱住肚子，手举高。好，我们这边我们可以舒缓我们的侧边的肌群，很好，打开，抱肚子，举手，很棒。
好，因为我们在做一些翻滚的动作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筋骨都舒展开来。好，那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更加安全。好，那在家里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直接转转手踝，很棒。然后转转脚踝，让我们的关节处都有可以有暖开的地方。好，然后脖子动一下，很好，很棒哦。好。那我们脚可以合起来，好，像蝴蝶一样飞。好，那你们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做了什么吗？做了什么翻滚的动作呢？我们做了不倒翁。那什么是不倒翁呢？好，它是圆圆的哦，左右晃倒下去，它不会倒下去，所以它叫做不倒翁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倒翁哦，好吗？那小朋友们要第一个动作做什么？好，请你把手粘好在你的脚踝上面，做等一下做动作的时候呢，手都不可以离开脚，然后要起身的时候，肚子记得要用力，用肚子帮助你可以从躺着到坐起来，好吗？那我们一起试看看哦。好，我们先做侧躺起来，好，左右摇一摇，很棒。好，我们侧躺下来，哎，躺下来了以后，请你确实的躺下来。然后呢，肚子手请你抓好肚子，用力嘿咻哦，很棒哦，有做到的小朋友代表你都有遵照老师跟你的指令哦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好，摇摇摇摇，好，我们要躺下去咯，很棒，很咻，肚子要记得，如果你起不来的时候自己嘿咻用力一下好不好？好咯，那我们刚刚做的是侧边起来，那不倒翁呢，其实它各个方向它都不会倒下来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不只是从侧边起来，我们还要做方位的转换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左右摇一摇的时候，请你从侧边然后到背面，再回到侧边，身体起来，很好哦。然后我们再一次左右摇一摇，侧边背面，侧边起来。好，我们做完一边，另外一边也要一起做哦。好，来换边，一、二、一，跟老师一起做。好，从侧边、背面、侧边起来，很好。侧边准备，侧边躺下来，背面、侧边起来，很好。你的不倒翁完成咯。好，那记得不倒翁完了以后呢，你们还记得我们做了什么吗？好，这个动作呢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做的动作是，好，竹节虫就一只长长的，还记不记得它可以训练我们的手部肌肉跟我们的腹部肌肉。好，大家我们先来做大竹节虫咯。好，请你双手放在地上，好，那记得双手整个紧贴地上，不要做这样子的动作，这样子手指关节会受伤。好，我们请你手放好在地上，好，来，请你脚踮好在地上，好，那记得屁股不要抬起来，好，我们屁股下来，好，那我们这时候可以数到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那在家里的时候呢，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家人们一起比赛，看谁撑的久。好，或者是我们一起完成了十秒、十五秒、二十秒，可以慢慢的累积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做更多，让我们的肌肉更强壮。好，大竹节虫完了以后是什么呢？小竹节虫。好，小竹节虫的话是我们手肘，好，要碰在地上。好，请你碰在地上。好，来，脚点好，好，记得屁股不要抬太高，请你变成一个平平的，像竹竿一样的竹节虫。好，我们一起数五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很好。那做完这个动作呢，如果你觉得肚子会很酸的话，好，老师可以教你们一个像蛇一样，好，可以放松一下我们的腹部的肌肉群，好不好？可以做这样子，如果做这样子腰会很痛的，爸爸妈妈啊或者小朋友啊，你可以一样像小竹节虫一样，手放在下面，主要让我们的腹部的肌肉是可以放松的。好，那就是除了翻滚以外呢，我们多做了一个可以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跟手部肌肉的一个动作。
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未来如果你做一些侧翻啊，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做到了什么呢？还记不记得小鸡蛋？好，小鸡蛋怎么做？那我们在小鸡蛋做翻滚的时候呢，记得不要炸开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小鸡蛋，鸡蛋不可以破掉。好，请你变成一颗小鸡蛋。好，我们滚的时候，请你把自己捆得紧紧的。好，这时候肚子要用力，肚子要小朋友肚子要用力，才不会破掉，我们的鸡蛋才不会破掉哦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好，那你们可以连续滚很多圈，好吧？可以一直滚滚滚，滚到你不能再滚为止也 OK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哦。好，滚过去，很好。好，要像一颗小鸡蛋，非常的完整，不能破掉。好，再一次，很棒。好了，小鸡蛋完了，变什么？小炸弹。好，小炸弹跟刚刚的小鸡蛋不一样，那它到躺着的时候，它会蹦。会炸开，我们试看看哦。躺着的时候怎么样？蹦，很好，变回一颗小鸡蛋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小炸弹，蹦，很好，变回一颗小鸡蛋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哦。好，你们做得非常好哦，来，变成一颗小炸弹，蹦，很好，变回来小鸡蛋。好，再一次，蹦，很好，变回一个小鸡蛋。最后一个呢，我们做的是什么？我们做的是烤玉米。烤玉米，我们要记得我们整全身是长长的，长长的。好，那你可以左右滚一滚，左右滚一滚，好不好？左右滚。那滚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我们上一直线哦。那爸爸妈妈可以帮我们记得哦，滚的时候请他们不要滚歪歪扭扭的，就是一直线的滚。那我们就有小鸡蛋、小炸弹，还有烤玉米。好。最后一个还记得什么吗？我们的障碍物要出动咯。好，障碍物呢，请你放在这边。如果不会做的小朋友呢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不会做的小朋友可以先练习单脚跳。好，可以练习单脚跳。因为等一下呢，插在手，然后单脚跳。好，记得再一次单脚跳。很棒，好好，我们做单脚跳。好，做侧翻呢，请你手出步，请小朋友手出步，放在障碍物的前面。好，单脚跳，还记不记得刚刚的单脚跳？很好，站起来，再一次手贴地板。好，单脚跳。好，伸直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手摸地板，跳过来，起来。好，最后一次，手摸地板，跳过来，好，起来。好，侧翻呢，一开始先开始入门就是这个动作。那未来呢，当你的核心肌群、手部肌肉够的话，就可以像老师一样叫做飞翻得非常直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翻滚动作呢，教学就到这边。非常开心可以让你们学到这么多翻滚动作，记得回家的时候要常常练习这些动作哦。好，我是巧巧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